董事长您好，好运，好运，明天播。大家好，我是杜火锅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杜火锅一家人。嘿嘿，包子饺子都过来了。今天我们又来浪莎总部了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浪莎，浪莎，浪莎的袜子丝线如狂啊！浪莎，对呀、啊，我们喜欢浪莎，对呀、啊。娜娜穿的还是浪莎了，对。我里面穿内衣也是浪莎，大家看，很舒服的。对啊，今天天很冷，我们参观一下吧。进离我们看，离我们看看。对啊，爸爸妈妈还有雨欣是第一次来，我跟娜娜，不好意思，就像回家一样。哎呀。欢迎，宝贝，终于见到你了，欢迎你，谢谢领导，请领导，来，我来给那个抱一下，抱一下，好久不见，嗯，这平时都忙，见一面太不容易了，真的不容易，是哎呀，麻烦了，好朋友了，上次都是年头啊，来，可以吧，来，爸，一起做个，你来参观，我来拍，来，哇，60037，爸，你说你叫我干嘛？对，可以留个纪念，我们的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好好好。我这个东南亚比较浪莎的袜子。欢迎娜娜一家人来。真是。那个严总，我们去能不能陪着我们参观一下？好不好？ Okay, 我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。带大家一起去参观一下这个厂区，尤其是在。带你来看一看，带小朋友看一看我们的袜子呀、衣服呀，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安教练，走，一起看看。在，好的，好，谢谢。这么厉害。好，宝贝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材料呢是用这个大豆纤维做的，它用豆子做的。那这可以做成豆浆喝吗？大豆纤维，它当然不能当豆浆喝，就是大豆纤维提取出来，然后做成了线，由这个线呢来去做袜子、做衣服。大豆可以做衣服，不知道，对，天然的，对，我们再往那边走，还有很多的新材料。ese puede hacer galas de din， 对，嗯哼，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材料，哦，材料，天然豆还能，对，光像这个材料，榨油就是贝壳，贝壳可以做袜子，贝壳，用贝壳的这个，用动物的这个提取出来的原材料，做成这个线。混合一起做成线，那你这一泡也能做成海鲜汤。这个也不能做成海鲜吃。对，净想到吃了。这个把贝壳肉吃完，贝壳留着嘛，都可以去做这材质嘛。然后这边的每一个这个材料呢，都贴近环保和高科技。因为浪莎咱们对于服饰呀、对于袜子呀，更加注重的是一种天然、舒适感还有健康。待会儿呢，咱们就参观一下这个厂区厂房，带你们看一看设备。这个线通过设备的加工变成了这个袜子呀、衣服啊。好，这个很有趣。上次我跟娜娜看了，就是非常喜欢。好，我也想看。对啊，好，待会儿我们去看一看。谢谢你。那我们现在就过去看一看吧。啊，谢谢。好的，好，咱们去这个看一下。好，走吧。OK。走。好，姐姐。王姐姐，你笨，来看袜子。然后你可以捡起来摸一摸。咱们厂区里面呢，有几十万台像这样的设备，是每一天生产出来的袜子400到500万双，这服务员很强。哇，厉害不厉害，安杰林？安杰林，安杰林，厉害不厉害？董事长您好，好运，好运，明天播，明天开播，卖过了一次了，明天播，备案过没了？备案了，备案了，备案过，卖了，明天返厂，那你们坐一下，来来，哎，好好好，坐一下吧。因为上次播完了以后，粉丝就是我每天都开播，粉丝一直说什么时候返厂，什么时候返厂，然后正好就过来了，哦，所以就说硬。这次选品的时候注意一下组不同的产品，对对对对，也有家纺也能趁势吃进去。这次刚好是天气热一点的，就夏天的东西，上次可能春季品种啊。对，这个我们阴阳四季产品都有的啊。对，你返厂说明粉丝们对浪莎的品牌的非常非常啊非常喜欢，好吧？我们反正也反正你自己挑组合最好的产品啊。好的好的。公司也反正最优的价格啊，我们会全力以赴做好的。啊，谢谢啊。
再问问你先忙，再去锻炼再去。谢谢领导，你坐着休息一下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评论哦。